為咗了解一下司機大哥嘅諗法，我哋而家就會去實驗一下由金鐘搭短途的士去半山嘅校區，同佢哋傾下偈。我想去依個住司機大哥，我想問一下依個算唔算短程咧？依度根本就係短程，多唔多學生會即係上上落落？有一段時間。放工啊嗰啲，知咪就可以搭。即係平時都接開咁短程，但係都冇話唔開心嘅。咁啊，街坊上翻去啫嘛。喂，老金鐘去親都係短途啦，你諗住係短途噶啦，你唔好諗住長途。早排就有一個有一班學生。哎，我有聽啊，呢壇新聞嗰個咧。應該是九龍車嚟過咗嚟香港，有分嘅，有啲係九龍的士咧，就係唔開心嘅。即係大家個網唔同，個做個方法唔同。我哋依啲就最中意做呢啲咁滯，密切當相關啊嘛。辛苦你啦，唔該曬，拜拜。我哋再一次咧，就再實驗到咧，其實司機大哥都唔係咁勞氣嘅，仲好 nice 嘅添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